第2008集。如此恐怖的地位让他想到了一个人，上界女皇。只有传说中的女皇才有这么恐怖的威严，能够震撼他的心神。你的名字不叫玄清月，你叫……莫雪明想呼唤女皇的名号，但这种禁忌的存在，他居然也不能呼喊出口。没错，正是本座。玄清月收敛了气息，此前他化名玄清月，伪装成上界女子，并没有暴露自己女皇的身份。但现在面对莫雪明的步步紧逼，他也不废话了，直接摊牌：见地不拜，天诛地灭，还不给本座跪下。玄清月目光冷酷，如果在此前，他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否则被幕后的布局者探测到，他有很大的麻烦。但现在漫天雷霆沸腾，雷劫的气息遮蔽了一切，他就算暴露也不会有被发现的危险。笑话，我莫雪明何许人也，岂会给你下跪？短暂的震惊后，莫雪明很快恢复了镇定。别说你只是一道秽土分身，就算是女皇亲临，也没资格让我跪下。莫雪明手指掐算，就算出了玄机月只是一道秽土分身，并不是真身降临。以他的傲气，是绝对不可能跪拜任何人的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他可以被杀死，但绝对不会跪下。哼，有点骨气啊。玄机月也没有计较太多，淡漠道：只希望以后大劫降临，你还能有此等傲骨。顿了顿，玄机月摆了摆手道：罢了，时间紧迫，本座没空跟你啰嗦。轮回星时我要再借几天，告辞。转身想走。慢！莫雪明冷声叫住他。怎么，你还不肯借我？玄机月眉宇愠怒。借给你可以，但你答应给我的五法神通呢？莫雪明搓了搓手指问道。拿去。玄机月有点不耐烦，先手一挥，无数符文凝练成一篇篇神通，飞到了莫雪明的眼前。大荒破月剑，震天皇城剑，瞬杀黄道剑。莫雪明扫视一眼，顿时露出不屑的神色。就这点儿，你就想打发我？你还想如何？玄机月怒气越来越浓烈，他可没心思再跟莫雪明废话了。每拖延一刻，他的危机就加重一分，必须尽快赶去九天神龙殿查明一切。鸿蒙古法，给我一门鸿蒙古法。莫雪明背负着双手，缓缓开出了条件。玄机月此番前往九天神龙殿，不知会有多么凶险，他这块轮回星焰也随时有失落的危险。如果玄机月不给他足够的好处，他不可能让他带走星石。放肆，你还想要鸿蒙古法？做梦！玄机月银牙一咬，33天鸿蒙古法，即便在上界也是不弱的神通，在神国鸿蒙古法更是近乎逆天的存在，杀伤力大得惊人，随便练成一门都可以独步天下。现在莫雪明一开口就索要鸿蒙古法，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鸿蒙古法是不可能的，本座最多传授你一两门上界的法则，你可有兴趣？玄机月道：鸿蒙古法是我的底线，你想带走星石，必须给我一门古法，否则你别想离开此地。莫雪明依然背负着双手，没有丝毫退步。好，很好。玄机月哼了一声，时间紧迫，他也没心思讨价还价了。先手一挥，玄机月祭出了一片玉简，直接送给了莫雪明。你今天得罪了本座，以后去到上界，本座定将你碎尸万段。玄机月目光之中丝毫不掩饰杀机。嘿嘿，他日我去到上界，谁杀谁还说不定呢。莫雪明也笑了，他也知道自己今天得罪玄机月，以后去到上界会有无穷无尽的杀机。但他并不在乎，只要拿到鸿蒙古法潜心修炼，他的实力必定突飞猛进。
玄机月想要杀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莫雪明拿过玉简，神念一扫，顿时就发现玉简里面封印着一门非常强大的神通，简直是震烁天地。诸天神剑诀，将血液炼化成飞剑，妙妙啊！这玉简里的神通叫诸天神剑诀，是货真价实的鸿蒙古法，在33天鸿蒙古法之中足以跻身前列，比他的巨象震天劲还要厉害许多。人体全身有10万滴鲜血，这诸天神剑诀是修炼血液的神通，将全身10万滴血全部炼化成飞剑。只要练成了，全身每一滴血都可以演化成飞剑，10万把飞剑全部斩杀出去，足以毁灭天地，破碎星月，威力之大简直是恐怖。为了借走轮回星石，玄机月真的是不惜代价，这么珍贵的鸿蒙古法居然直接送给了莫雪明。莫雪明眼睛闪烁着光芒，这么厉害的神通他如果练成了，足以抗衡轩辕末叶。鸿蒙古法给你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玄机月冷冷道。慢着！莫雪明拍了拍手，虚空里有两个天神境的强者冒出，都是明殿的护法。此去九天神龙殿，凶险重重，我这两个手下都是天神境的强者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莫雪明淡淡道。玄机月的生死他自然是不在乎的，他死了最好，但是轮回星石莫雪明却视为命根。玄机月死不足惜，但如果他的轮回星石毁了，他哭都来不及，所以派遣了两个天神高手相助，也只是为了保护轮回星石罢了。多谢了。哼，玄机月哼了一声，倒也没有拒绝，先手撕裂虚空，朝着九天神龙殿赶去，而那两个天神境的护法强者则紧紧跟随在他后面。此时的九天神龙殿雷劫终于降下了，漫天雷云滚荡，一条条水桶粗的闪电带着轰灭乾坤的恐怖气息狠狠轰炸而下。无穷的雷光直接穿透了九天神龙殿的禁制，直接炸到龙穴深海，整个龙穴深海水雾翻腾，激起了滔天的水柱，无数魔物生灵直接遭到雷霆的碾压，瞬间化作飞灰。整片海都沸腾起来，跳动着无数龙蛇般的电芒，狂暴的雷霆四处肆虐，顷刻之间居然直接蒸干了海水。沸腾的水雾袅袅升天，震天逐海，这雷劫的威力简直是无法形容。现在的龙穴深海彻底变成了一个干枯的深渊大坑，曾经海里的生灵全部都覆灭了，而在海底叶辰正盘膝而坐，身周灵力符文萦绕守护着自身。雷霆不断轰炸而下，叶辰咬紧牙关，苦苦承受着雷劫的冲击，他的皮肤直接被雷电炸得开裂，丝丝缕缕的鲜血渗透出来。汹涌的雷劫还想钻入叶辰体内，将他的五脏六腑碾碎。叶辰，纪思清站在远处看着叶辰被雷劫吞噬，美眸顿时透出巨大的担忧。他很想出手相助，但叶辰苦渡雷劫，这是破茧化蝶，岂容外人插手？九天神龙殿之中，叶洛尔和至尊龙皇也看到了雷劫降世的恐怖画面。叶大哥要渡劫了。叶洛尔看到这一幕，俏脸顿时露出震惊之色。他原本还想回去继续拷问炎天龙神，但现在看到漫天雷霆滚落而下，就知道叶辰正在渡劫。不行，我要过去帮忙，你先回去。叶洛尔望了至尊龙皇一眼，吩咐一声，独自朝着龙穴深海赶去。主子，我也跟你去。至尊龙皇叫了一声，担心叶洛尔的安危，连忙也跟着前去。而在大殿外，一个眉心长着树眼、身穿战甲、腰佩长刀的男子却是悄然而至，他的身上隐约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妖气波动，正是上古大凶三目天狼。受轩辕末叶所托，前来九天神龙殿调查炎天龙神失踪之事。这雷劫不简单呐！天狼目光深沉，雕塑般骨节分明的手掌紧紧握着刀柄，
仰望着一条条轰炸下来的雷劫。这雷劫背后不知隐藏着什么凶险，我得小心一点。天狼定了定神，拔刀出鞘，滚滚上古魔气涌出，带着一股诡异的气息，一刀斩向九天神龙殿的禁制。顿时禁制被展开了一条裂缝，天狼收刀入鞘，迅速飞身钻了进去。他虽然没有龙族血脉，但堂堂上古大凶还是掌握了一些特殊的秘法，可以破开禁制。何况现在雷劫降世，九天神龙殿的禁制也被撼动了，他要斩破就更简单了。而此时的叶辰正全神贯注渡劫，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。雷劫越来越浓郁，叶辰浑身电光炸裂，无数雷电化作了一个大茧子，牢牢地将他裹住。如果他能破茧杀出，修为便可踏入混沌境，突飞猛进。而一旦破茧失败，必将粉身碎骨。赤身神脉，开！灵风神脉，开！毁灭神道，开！叶辰内心咆哮，立刻将血脉的能量催动到了极致。赤身神脉、灵风神脉都疯狂地爆发出滔天的气息，他的身躯上金光浩荡，神霞绽放，拼命抵挡着雷劫的轰炸。这雷劫不像当初的太虚雷劫那么复杂，只有一波而已，但这一波雷劫却是无比强横的一波，就算是一颗星球恐怕也要被炸裂了。